曾期望过往有奇迹的暗示，愿望能明白自己的心与思，人曾经拥有舍弃后还是在意，其实也沉淀过那深刻的意思。谁是对，谁是错，是看不穿的故事。人生中领过或者失去自我，最终一生求已。谁是对，谁是错，在半生悲喜暗示。曾经舍弃自我，代表失去什么？想我旅行，爹哋系想你去旅行。我 ？Yes， 嘿，爹哋知道你呢排咧好唔开心，你唔好怪爹哋啊。嗱，爹哋系一个男人，对女仔嘅心系唔会好了解嘅。但系爹哋爱你啊，你就算点唔开心喺出边都好啦，呢度都系你屋企。爹哋多谢你啊。放下假，轻松下自己，去下旅行，爹哋永远都支持你噶。爹哋，我真系好感激你啊！我唔听你话，仲做错咗好多嘢。我嘅亲生父母一早就死咗，如果唔系你，二十年前嘅平平就唔会长大成人，变成依家嘅锦衣华。冻啦，食早餐啦，冻咗唔好食噶。爹哋，我应承你，我以后一定会听你话，我会专心做嘢，我仲会亲自去同高伦布讲。我绝对不会嫁给他。Really？ 冇可能的，李院长点解会突然间辞职，连贾姑娘都走埋？高伦布同包平安系咪转院，你都唔知？我真系唔知啊！金帮板你都见到啦，连间房都执干净咗，我净系知新院长就快嚟啦。你即刻同我打电话去李院长屋企，我有紧要事要揾佢。喂，李院长啊，爱石姑娘啊，有位金衣娃帮板有紧要事揾你啊。李院长话佢唔得闲听，收咗线啦。佢唔听电话。李院长。金小姐。好彩仲讲得切。我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高伦布和包平安去了哪里？你做了什么事啊？没。为什么你和贾姑娘突然要辞职？你现在想去哪里？咦，不见人的？他两个不见了的？跌咗落去啊！大爷，救我！大兄冇用嘅平安，我哋已经系怪物，我哋唔属于呢个世界。你唔系想放手啊嘛？冇啊，冇啊！我唔想再累人，我唔想再累呢个世界。一个高伦布已经搞成咁，我唔想见到两个高伦布。我良心话俾我听，我唔可以再咁自私，不择手段咁去累人。我哋一齐走，我哋一齐离开呢个世界。呢个世界唔会再有高伦布，
唔会再有包平安。哥，阿哥，我一直都当你系我哥，我冇放弃过你噶。我谂过一枪打死你，俾你再去，俾你再去呢个世界。但系我冇咁做，因为你救过我，你救过我阿妈，你救过祖恩啊！我哋系家人嚟噶，哥。听我，我同自己讲过，无论你点样对我，我都唔会完嘅，我点样都唔会放弃你。你终于翻嚟啦！我应承自己，只要你翻嚟，我连自己条命我都可以唔要嘅。大哥，你翻嚟啦！阿妈死咗啦，祖恩啊唔要我，连你都放弃我，我真系好爱祖恩啊，我挂住佢，我净系想见佢一面咋，我真系唔想死啊，哥，我真系唔想死啊，哥，阿哥，如果你死咗，爸爸点啊，妹妹点啊？妹妹是你的良心来的，你的良心现在翻了来了，我的良心呢，我的良心去了哪里了？不是我想逐高轮报，是你搞成我这样的，我只想这一世平平安安这样过的，你现在放手就一了百了，什么事都解决了，那我怎么办？你好自私啊，你不是高大喜，你仲是高伦布。你估我唔知你两个匿喺度偷睇咩？李院长，我谂你一定好失望啊！头先你梗系想我跌死啦，啊？咁你两个嗰啲污糟邋遢嘢就冇人知啦。唔系啊，唔系啊，使乜咁惊啫？我有良心噶嘛，千祈唔好听个高伦布讲啊！咁你到底想点啊？我想俾条生路你两个行，你同你呢度现婚，即刻嚟我香港，明白未？明白。嗯。啊！唔好再俾我见到你哋两个。金小姐，对唔住，
我同贾姑娘辞职嘅事系基于我哋私人嘅理由，请你唔好再过问。今后高伦布同埋包平安嘅事与我无关，我答你唔到。李院长，究竟发生咗咩事啊？李院长。 不过有一件事我可以话俾你听嘅，高邦版同埋包沙展已经好翻出咗院，而且高邦版仲记得翻晒以前所有嘅嘢添。佢真系记得翻晒？我所知嘅就系咁多。金邦版，我谂以后我哋都唔会再见面。 我为咗自己不择手段，我伤害咗你，我只永远冇办法补偿。如果可以用我嘅生命嚟赔偿俾你嘅，我愿意。你以为我唔敢咩？高良布，你仲喺度嗌我，我要杀咗你，杀咗你！ 这封系我最后嘅遗书，如果你真系开咗呢一枪，我真系会好感谢你。金尔华小姐，我喺枪会攞支枪翻嚟，入紧子弹嗰阵，我真系好渴望你几粒子弹可以赎到我嘅罪，可以解脱我所有嘅痛苦。金尔华小姐，我唔敢面对你，唔敢面对任何人，因为我已经系一个怪物。 你系边个？我唔系你害你嚟嘅，李院长。我真系好想知道点解我会变成咁。你话俾我知，我系咪已经变咗做一只怪物？怪物？真系奇怪，我明明睇住你死咗噶啦，点解你会生勾勾坐喺度嘅？怪物，一定系怪物。李院长，咁平安咧，佢会唔会同我一样？ 你两个系怪物嚟噶，你放过我同埋燕芬啦。我唔系想再害你哋，我
真系想知道有冇方法可以救到平安。高邦伯，我乜都唔知啊！我同燕芬都系普通人嚟嘅啫，你放过我哋啦！我哋会辞职，我哋会离开香港，我哋唔会泄露你任何嘅秘密嘅。失踪案，金邦伯的而且确系咁讲。至于佢查成点，后来一直都冇同医院联络。梁教授，我可唔可以见下妹妹？金邦伯嚟咗之后，妹妹嘅精神病啊有复发症状，佢嘅情绪啊好唔稳定，佢好介意自己为一样。坦白讲啊，高 Sir， 如果你真系再嚟查呢单案嘅话，我认为病人咧暂时仲唔系几适合俾口供。梁教授，相信我，我唔系嚟查呢单案。我已经20年冇见过佢，我真系好想见佢，我真系好挂住佢。咁好啊，你喺度等阵，我叫护士通知声佢，睇下佢愿唔愿意见你啊。梁教授，请你同佢讲，无论佢变成点，我都唔会变，高大喜永远都唔会变。大喜真系嚟咗，佢终于嚟见我啦。佢永远都唔会变，我头发系咪好乱啊？你攞把梳俾我啊！佢嚟紧噶啦，唔想俾佢见到我呢个样啊！佢好挂住我噶。好啦好啦，你等一阵啦。为咗我，大喜唔会中意我，佢唔会要我噶，佢呃我。就呢度，闩埋门系咪做紧检查？呢度病房门从来都唔闩噶噃。妹妹，妹妹，我搵人嚟帮手。你同佢讲乜都冇用啦，等姑娘帮我打完镇静剂先。原来啊，佢一直都冇食嗰啲药。你睇，佢将啲药啊黐晒喺床板底度。教授，我可唔可以入去睇下佢？可以。我哋帮佢打一阵剂，佢好快就会瞓着噶啦，应该唔会有危险。唔该。我真系好挂住你。出院。
我幾時可以好似你哋咁喺個海度遊嚟遊去？我唔要困住喺度。睇住佢慢慢咁爬入去床下底，去揾佢心目中嗰条鱼，希望唔好再俾人困住喺精神病院。梁教授将佢呢二十年嚟嘅悲痛话晒俾我听，原来佢经历咁多辛酸，咁多痛苦，我个心真系好痛，好痛，痛到讲唔到嘢。我发誓，以后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佢，唔会再俾佢受到伤害，唔会再有悲痛。金小姐，我知道我好对你唔住，但系我更加对妹妹唔住。我更加发现咗，我竟然可以睇到人哋嘅内心。看到人家的内心，什么叫看到人家的内心啊？我认识你，以后我都会好照顾你。我几多年啦，我唔会再上你当。你癫噶，真系有病噶你！我一定唔会同你埋一齐噶，你死条心啦！我唔会俾你走啊！我要揽住你死啊！我睇到佢心入边谂咩，我真系睇到。我不想坐监啊！唔好啊，妹妹，我一定要走佬噶！唔好啊！
啲嘢啊！胡小姐，啲架撐我哋擺喺度先，聽日幫手工。爸爸真係好，好，生意好。包喺我身上。喂，得未？得未？得，搞掂啊！喂，啊，好，小心啲啊！整翻熱俾你哋飲噶。哇！啲湯真係好鮮甜喎，啲豬展仲鮮添。楊師傅啊，嗰兩檔客尋晚執出嚟嘅污糟邋遢嘢，陣間順手可唔可以幫我抌埋啊？我得，小問題嚟嘅啫。金小姐，我欠你嘅債我唔會逃避。如果一槍打死我能夠還清所有嘅債，我會多謝你，因為你幫我解脱曬所有嘅痛苦。如果我死咗，我只系求你帮我照顾妹妹，佢需要嘅系治疗，而唔系惩罚。我最对唔住嘅就系平安，我累咗佢。帮我揾祖恩娜翻嚟，帮平安揾翻佢嘅良心。我会等你答复，高伦布。只要你愿意，我欠你的债一定会还。我只求你好好照顾妹妹，她遭遇好凄惨，她真的很可怜。俾她接受治疗，我会好感激你。但个天唔俾我咁做，系个天玩我。我究竟做错咗啲咩？高伦布，你明知妹妹系杀人犯，你仲要帮佢？你咁样做叫做负责任咩？你咁样做对我公平咩？我睇到佢嘅心，我咩都睇到晒。我去找那梁教授，我希望他告诉我所有事都是幻觉，不是真的。但他给不到答案我。金小姐，我不会再骗你，所以我将所有事都说给你听。我希望你帮我去查证，
讲个答案俾我知，话俾我知我系错。仲要咁样维护佢，仲要咁样帮佢，到而家为止佢就系清白的。就算有万分一嘅机会，我都唔会放弃。金小姐，我希望你帮我，帮我证明玫瑰系清白。只要我找到证据，我一定要妹妹杀人填命，我一定要亲手送她上绞刑台。金小姐，我绝对不会让你这么做。妹妹需要的是治疗，不是惩罚。金小姐，你救了金小姐，你的心里面一点都没有我，我现在的心在想什么？你看看，看看。梁教授跟我说，这种能力不是我要控制的，可能是妹妹睡着的时候，在那一刻我的脑电波跟她开始相同，我才看到。高林博，我在想，原来一直以来都是我自作多情，我真的很傻，我憎你，我憎你，我憎你啊！哥哥，你真的不记得娃娃？你真的要放弃娃娃？我已经变了一只怪物，一只真正的怪物。我仲有资格去接受人咩？我可以咩？高伦布，我憎你，我呢一世都会憎你啊！本席宣布，有关远大银行500,000元偷窃一案第七次开庭，现在由辩方律师作最后的结案陈词。法官大人，各位尊敬的陪审团，黄志雄先生有这么好的前途，还快来升职，有个这么可爱的 BB， 太太相同，是一位专业人才，正所谓家庭美满，他们没有任何经济问题，不赌钱，最重要的是警方一直找不到打这封勒索信的打字机，在黄志雄先生家找不到，在远大银行的办公室也找不到。很明显，黄志雄先生是受到生命威胁之下才会做出这种所谓的偷窃行为。对不起，各位尊敬的陪审员，其实我讲错了，这个 BB 对黄先生夫妇来讲，其实比生命更加重要。相信在座各位，尤其是为人父母者，都必定同意我所讲的说话。各位尊敬的陪审员，在生命甚至比生命更加重要的威逼之下，任何表面的犯罪行为其实都是一种自卫的行为，是不应该被判有罪的。所以在这里恳请各位陪审员作出公正公平的判决，判黄志雄、蔡秀婷偷窃罪不成立。陪审团，你们有结果没有？法官大人，已经有了。你们的裁决是否一致？是，我们一致裁定黄志雄、蔡秀婷偷窃罪名不成立。What？ 本席现在宣判，被告黄志雄、蔡秀婷全部罪名不成立，当庭释放。Sir， 架车到了没有？不是啊，小哥 Sir， 刚刚收到司机的电话，他说督爷要迟一个钟头才见你。那你仲喺度做咩啊？出去。Yes sir。
使乜你执啊？你同我出去！七二五三，我叫你出去，你听唔听到啊？你因为弄咗，司哥 Sir， 我唔系七二五三，我系五六四一包平安杀字。你嚟呢度做乜嘢？包平安，你已经唔系差人，你同我滚蛋 ，get lost。All right， 阿 Sir， 如果你冇兴趣知道孤伦布嘅秘密 ，OK， 我走。哥伦布嘅秘密，你讲紧乜嘢？阿 Sir， 我要复职，我要见督爷。你要见督爷 ？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？ 我系讲紧只有保安师同督爷先知道嘅最高机密。阿 Sir， 我谂我哋好似唔系好适合喺度倾。哥伦布嘅智商283。包庇安的智商203，世界上竟然有啲咁嘅人。高伦布嘅秘密督爷最清楚噶啦，我呃你啫，督爷做咩要呃你啊？我而家明白，保安师同高伦布嘅秘密原来就喺呢度。司哥 Sir， 我睇你仲有9分16秒就会迟到，督爷做咩要见你？你啱啱输咗场官司，连远大银行嘅经理仔你都告唔入，我怕督爷迟早会赶你翻去英国嗰个批薯仔。包平安，你咩态度同我讲嘢？我系警司，系你上司。Sorry sir， 我唔系差人，你都唔系我上司，但系我诚心希望你做翻我上司。保安司有哥伦布，你史国 sir 有我包平安。我真心希望你将我推荐俾督爷，我一定会全心全意帮你。你做保安司，我包平安要做警司。点解我要信你？你唔需要信我噶，因为我会俾事实你睇。我希望你将我喺医院份档案讲俾督爷听，等督爷知道，除咗保安室有高伦布帮佢之外，你史国 Sir 都有我包平安帮你。放心啦，史国 Sir， 作为督爷，佢一定唔希望保安室一个人话晒事。我谂史国 Sir 你都会明白，势力系需要平衡噶 ，right？ 史国 Sir。我想你是时候去见督爷的，我在这里等你的消息。好，高伦布的档案我还返给你，你的档案我带去见督爷。包平安，如果你帮到我，我一定会帮你。 Thank you sir。包平安先生，系咪啊？系。我是包平安沙子。包平安 ，congratulations， 督爷要见你。Yes sir， thank you sir。5641，沙子包平安报道。高博文，如果我唔系同你院长咁多年朋友。而佢又親自喺我面前保證，話會好好照顧妹妹，我係唔會俾佢出院。但係如果妹妹嘅精神狀態仲係唔穩定，為咗病人嘅健康，我係唔會違反醫院嘅規矩。希望你能夠明白。我明白，教授，麻煩你將佢交俾妹妹，話俾佢知，大喜喺度等緊佢。
大喜真系嚟咗，佢真系嚟接我走，你有冇呃我？真嘅。 真系嚟咗，大喜真系嚟咗，大喜，我等咗你好耐啊！你快啲带我走啊！佢哋要捉我啊！佢哋要一生揾我喺呢一度啊！ 你带我离开呢一度啊！你翻乡下。红伟，你知唔知今日系咩日子啊？咩日子啊？今日系我哋嘅大好日子，我而家就同你登记，我哋结婚，我要娶你。 变成咁样，我妹妹，无论你变成点样，我对你永远都系一样，我永远都系你嘅大喜。妹妹啊，你愿唔愿意嫁俾我？我愿意，我愿意。 期望过往有奇迹的暗示，愿望能明白自己的心与思，人曾经拥有，舍弃后还是在意，其实也沉淀过那深刻的意思。 谁是对，谁是错？是看不穿的故事。人生中领过，或者失去自我，最终一生求疑。谁是对，谁是错？再半生悲喜暗示，曾经舍弃自我，代表失去什么？